丘，有闯蓝湖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我真的穿着皮卡丘比基尼跑到冰岛蓝湖了。皮卡皮卡，早安，这是我今天的早餐。我们现在要去蓝湖。因为那是发电厂，是哦，地热发电厂。在冰岛开车，因为路都很直很大条，然后没什么人，所以不小心就会一百了。这是可以播的吗？啊！乌拉咕噜，乌拉咕噜，咕噜，这边已经流出来了，流出来，好蓝哦，超蓝的，超蓝的，而且有白白石头，白白烟，超级超。到了，下车啦。Blue Lagoon， 这是代表性的冰岛景点。这里面竟然还有鸭子可以游泳哎！他们泡温泉呢？泡温泉，这边鸭子可以泡温泉。我们这次是预约早上七点的入场，希望可以拍到最没有人的蓝湖。这整个都是哎，太酷了 ！Check in 之后拿了入场用手环。泳衣，我们就准备来泡传说中的蓝湖温泉了。哇！天气超好，超赞的。哇！哎，这个这边的温泉泥真的超级白的哎，好漂亮哦！赞哦！这个是谁的脚脚？耶！哎，多深多深！超浅。那边比较深，是因为很冷，是地方比较。我是蹲着走的。我们拍照就大概拍了半个小时，因为真的是太好拍了，真的超级漂亮的，而且这边真的超级大。我们刚刚还很紧张，因为刚刚有一个旅游团，然后可是因为太大了，所以其实根本都没有关系。我们是买最便宜的 set， 然后它有附一杯饮料，然后还可以敷一个面膜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领饮料。是那边还是？哎，这边真的超级夸张漂亮。我把你们找到应奇的蓝头发好朋友了，好好莫名的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you as well. Good choice.我可以找到什么皮丘、雷丘、小火龙吗？我们要过这个桥去领我们的饮料。这边真的超级大的哎，有桥，然后有好几区。如果是到我的脖子的话，表示这边大概是130公分左右。找到饮料的地方了。这边有两个，上面的比较像 smoothie， 然后下面是水，然后也还有啤酒的选项。这个是刚刚冠廷他们点的 green is good， 已经喝完了，就是，但就是是这种颜色， fresh forever， thank you， do I need to be？ 这个颜色根本就是我呀，这个颜色根本就是我。苹果胡萝卜汁，然后尾巴有一个姜味，化学制品的事。拍照第278轮。欸，同じ色で。同じ色ですか？有那个山，这边拍也蛮好看的。我们现在来领面膜，面膜。他就挖一坨的，他直接从哪里挖？他那边挖。哦，我以为是从这边的下面的。接下来就是快乐的敷面膜时间，要来喽！他非常的狗哎。对啊，他现在会越来越凝固，所以要赶快。怎么办？你看，我已经手上好像玩那个粘土玩剩下的。哦。听说这个面膜敷完之后就是会亮亮滑滑，我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擦。这边一下下雨，一下飘雨，一下刮风，一下出太阳。Welcome to Iceland。洗完澡出来了，要还他这个权力的手环。哇、哦！
超酷！这边有这边蓝湖的保养品。刚刚其实洗澡的东西，洗澡、护发跟洗发精，觉得三个其实都蛮好用的。心动了，有一点。这是刚刚我们用的那个面膜，这是刚刚用的洗发精，漂亮的明信片，一张50块台币可以接受。如果其实真的没有很想泡的话，外面这边其实也可以拍耶，也很够拍的，超级大的。嘿，我们离开蓝湖了。要离开蓝湖了，后面这边还是蓝湖的氛围，噔噔噔噔噔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去吃东西，因为泡完温泉肚子好饿，所以吃饭 ，Go Go。这一餐要大爆撒钱了 ，Lobster soup 2800克啦 ，Casual the day 3600 ，Icelandic trout 3900克啦 ，Fish and chip 3600克啦 ，Shrimp cocktail bread 1100克啦，苹果汁450克啦，你要配盘，我想喝一口先，好好喝哦。它的龙虾味蛮浓的，这个鱼看起来超大只的，跟我的手一样大，健康的才不会。这个鱼真的超级新鲜的，超级好吃哎，有那种刚捞上，上一秒还在火锅上面。你要鱼吗？你要吃吗？要，想吃吃看鳟鱼，它可是冰岛鳟鱼耶，鳟绝不错。对呀、啊。完食，大家如果来可以来这家 Brigand。这个很难挑战。刚刚找票票店员教我们怎么念 Brigand Green Davi， 哎，吃了17。不是17万，3780台币，一个人不到1000，毕竟在冰岛的标准本来就要拉比较高。我觉得这也是好吃，对，好吃就觉得没关系。哎，他龙虾还可以续，对，我们没续，真的是亏了一半的钱呢。我们可以续一碗，我们没续，你的咖啡也可以续，你知道吗？后来。来到看火山的行程了，完全念不出来这个火山的名字。果然是 volcano， 我们要去爬那个火山的 trail， go go， 真的很难念啦。我们是走到这个 Fagradas the volcano hike， 可是风超大的，我们今天武装越来越看不到脸了。现在明明应该已经是最热的时候，因为现在是下午1点。这个风吹来超冷，超冷。我们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要往这边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好大哦！好希望有一个手扶梯，机场的那种，对对对对，不好平，应该可以做一个吧？应该可以吧？没有那么难吧？哦，是怎么样感觉？一段的，它会陷下去。这个切下来就是一块的。我想要摸，哎，可以摸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哎，真的很像地毯。原来地毯的灵感就从这里。人类伟大的发明都是从自然界来的，没错、啊、太强了吧，太帅了吧，好想成为这样的大人。好快乐的冠廷，看看这个对比。应景，你快乐吗？冠廷走超快，他刚刚说走那么快，超夸张的，不要给我小跑步，哪里来的体力小跑步？看到
到路牌了。我们走了半小时，来看看这边可以看到什么。好黑哦，有人直接走进去嘞。他们直接走进去。好黑哦，哎，热热的。这边原本都是岩浆啊，那个好像就是火山口哎，好夸张哦！完全看得出来岩浆曾经是这样子流的耶。超扯的哎，没有想过会是长这样哎。路过一个超大片的草原，配超蓝的海，超赞的，是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样子。长翅膀的怪兽糖果，好搞笑！这边的哈利波特怎么有这种造型、啊？